奔腾的长江水，你满怀伤心泪，日夜夜听你呜咽，朵朵红花也憔悴。谁能了解你心灵创伤，为了国仇先恨永不悔。我愿意变作江里的鱼，像浪花儿随你飞，在漫天烽火的岁月里给你安慰。为了国仇先恨永不悔，我愿意变作江里的鱼，像浪花儿随你飞，在漫天烽火的岁月里，我愿给你安慰。就要跟你父亲见面，一切请你原谅，祝你幸福。提起你，你们的事儿我知道很多。我想请张雅姐坐一下。我跟秦正华一点牵扯都没有。张小姐，正华也有他的苦衷啊。对不起，我还有事，我要先走了。大姐，他还是很喜欢正华。你现在还有心情可怜他们？可怜可怜我吧。哎，短命的，你说郑华的事儿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哎，你要是不说的话，你小心我回去整你。大姐，以后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大姐，回饭店去吧。大姐，我的好大姐。哎，短命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你这么亲热，我还真不习惯。快把手拿开嘛。大姐，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下一辈子，你就嫁给我，对吧？哎，你说的什么鬼话？准是和鬼子混久了，所以这么鬼鬼气的。吃啊。德明饭店，快一点！哎，短命的，那你上哪儿去啊？我突然想到有点急事，大姐，再见了。短命的今天真要成了短命。Thank you.
振华，其实还有很多同志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特派员，我对机场那么熟悉，再说我也无牵无挂的。等我完成使命以后，请你转告我表姐，要她照顾我妹妹就是。祝你成功。英雄式的解脱，在这干什么？没什么事，别怕。正华，这件事交给我办了。要不然就搬个地方住，我看日军马上就要戒严了。不，你赶快回去，小心别被他们发觉了。表姐，你回去，你放心，我会有办法。不要让你们特派员替我担心，我在汉口还有朋友。
你在想什么？没有，你先去公车吧。小蝶也在医院。明天我也许会跟你爹见面。走了，也好，也好。如果他把我当作已经死了，也好。不，春磊会告诉他，他大概不会相信春磊的话吧。如果振华没有死的话，他们的人会不会把他送来呢？雷哥，你回来了。小蝶，是我。哥，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本来想救你，后来被日本人抓走，他们对我用心，我怎么会到这里？我不知道。看到春雷哥和矮如姐，小蝶，他们现在已经跟我们是敌对的，你跟我走。胡说，春雷哥对我很好。他们很可能是在利用你，我们走了。不，哥，他们是好人。小蝶，你还小就不明白，走。哥，走。哥。出院，因为医院的病房不够。这针买在车上不会痛苦。这些药是刘大夫替你准备的。我不出去，等春雷哥来，我听他的话。令，我是他哥哥。哥哥，帮我把春雷哥找来。你是来接他的，他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比外伤还要严重，刘大夫说他需要静养，因为病房不够，不得不让他出院。我明白。你也许看错人了。我怎么会看错人？我还叫他去找你。春雷，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他今天去做了这件事情。你看看你们这些伤兵，他能活吗？你说你知道今天机场的事情是他做的？昨天我遇见他，他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告诉你，你会防止这件事情。春雷，
我可是中国人。好吧，你要这么想，我也没什么话好说的。车子还在门口等，我们进去接小姐。 请医生帮他注射了麻醉剂，免得他路上被车颠痛苦。喂，刘大叔，啊，卓大，你这样到家里头去一趟，可能带你到汉口去。汉口？到汉口干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啊，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位刘老板呢？ 我就是，您是啊，您就是，那跟我来。老人家，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哎，有个人要找你，我在汉口救着那个人说啊，他找的就是你，只要见你就好了。汉口，汉口来的会是谁呀？老头，你带我去，你玩的是哪一套把戏啊？不行不行啊，他说只要见刘老板呢。 会不会是王凡？卓大姐以为他受伤死了。老头，那人是不是受伤了？是啊，他伤得很重啊。他说他姓王。好，我跟你去。我去告诉大姐。啊，徐海，这档子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你们办你们自个儿的事儿去。啊，好，跟我走。哎，好嘞。啊，就算是王凡，也用不着这么鬼鬼祟祟的。他们搞情报的。 就喜欢来这一套，好，我们走啊！哎呀，王凡，你怎么受伤受的这么重啊？哎呀，他真了不起啊，一个人呢。大娘，我怎么吩咐你？ 大姐，在那里。刘云，大姐，是不是王凡呢？是。啊，短命的，短命的，哎，短命的，你怎么了？大姐，短命的让阎王爷又给赶回来了。 他说：“我还有80年的阳寿，欠大姐的债还没还。”短命的，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做那件事情？你，刘元，快把他抬回去。是。啊，老谢，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荷花，小心点啊！小心点。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让大姐陪你到汉口去玩命？好，你这次骗我，你以后说话我都不相信。哼，你还说到汉口随便找一个什么汉奸就可以恢复您的川村队长对你的信心？哦，原来你……大姐，你这个汤的味道不错，我看刘嫂一定在里边加了特别的足料，真香。哼，你给我胡搅蛮缠啊！ 我要知道真情，大姐，我身上中了2弹，拿出来十几片弹片，幸亏我皮厚肉粗没死，大姐，平常多亏了你的调教。不过，死我不怕，我怕饿，大姐。你要是再不给我正正经经的回话，我就饿死。 这次啊，算你是命大。要是有一颗破片啊打到你的脑袋呀，大姐这辈子就见不着你了。短命的，我一直。
也许是我前辈子欠你的吧。我为什么要那么关心你？大姐给你的还不够吗？我没有隐瞒你什么，可是你每次去玩命的时候，你会想到大姐呢？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件事情呢？大姐，告诉你实话，川春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知道我们两人的关系，他亲自下命令给我，叫我逮捕你，活的不行，死的也可以。哼，他还真看得起老娘。大姐，我被逼得没有选择，你是知道的。李铁生离开监利县的时候，把长江180里水雷封锁线的责任交给我。你知道封锁线已被日军破坏，湖南就危险了。大姐，不管别人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汉奸，可是我总得将来替我家乡父老有个交代。但是要我拿大姐跟长江封锁线相比较，我就乱了方寸了。所以我就骗大姐，约大姐到汉口去，我们住的地方、饭店、江边，都是李铁生跟我约好联络的地方。我想找到他，跟他一起研究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是我们没有跟他联络上，那你……大姐，没辙。为了大姐，我准备牺牲自己，死。死？就这么没出息啊？你可以不死啊，你就留在大姐这儿，日本鬼子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我怎么能在你这儿啊？我要在你这儿，那我苦心安排在长江封锁线的人不都全完了？川村大佐一定会把他们调职，要不然就是枪毙，那我苦心全就完蛋了。哎，大姐，如果让日本人知道我被大姐打死了，那是我为工作失败了，川村绝对不会怀疑我，保护长江封锁线也会有别人来接替。正刚好这个时候，郑华不是要牺牲他自己吗？我就想，反正是炸药一炸，尸骨无存，谁也看不出来。我居然选定了死，干脆就这么死好了。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让日本宪兵队转给川村，告诉他，让汉口的日本宪兵队赶快来支援我，说我的情况危急。所以日后失踪也好，死了也好，我想川村不会怀疑把我安排在盖阳跟金里的朋友。大姐，相信我所说的话，这是一辈子我说的最正经的一句话。我相信你，看到你这身伤，相信你。大姐，世上少了一个王凡就很不热闹了，对吧？那可不，这几天我才知道，少你这个短命的，日子还真不好过。皇军必须要堵住各种战略物资，偷运到中国重庆政府的所在地。你必须要防堵这个漏洞。张家是你最好的掩护，你一定要掌握住张爱如的感情。张家还有个老奶奶。尽量借重张家的关系，和洪镇的左秀珍建立友谊。这就是我要把秦小蝶
送到张家的原因。我非常希望卓秀珍能够为皇军服务，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上次要你架设无线电，你怎么还没做？转告港北司令，张家我不一定待得住。老夫人的态度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冈本也知道，他会替你安排。工作要早点完成，必要的时候杀了那老东西。不是在悼念阵亡，我是在悼念一个烈士。不管他是谁，爱如，那个郑春雷，明天请他回去吧。我了解你的心情，春雷也是一个好孩子，可是他跟你在感情上不能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张家不能再受打击了。你知道人家怎么骂我们吗？一个汉奸的儿子死了，再把自个儿的孙女送去。喜欢他，你骗我，你在骗我。这些日子，张家受的这些打击，我知道你会受不了。可是孩子，你要振作起来。春雷，他是无法代替郑华
来填补你情感上的空虚。郑春雷一直在客房里睡觉。德林，如果你要在汉口接替你们张家的生意，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我可以保你安安全全的过舒服日子。什么事？你得告诉我呀，小白，咱们俩同学的交情摆在这儿，你总不能不帮我的忙吧？我爹在汉口的势力你也知道，连鬼子都不敢动他一根汗毛。是啊，我懂，我懂，你懂就好。以后鬼子要你做什么事情，最好先来跟我商量一下，不要以为沾了鬼子就有了依仗。知道，所以我才来找你嘛。这件事，我一定照你说的做。知道就好，你可以回去了。哦，还有，千万不要想去什么维持会搞个傀儡官什么，那我可就保不了你了。这做生意不大方便。不方便，总比丢了命好，对吧？谈完了，谈完了，你一出来他就不想走了。胡说。那我告辞了。哦，还是那句老话，要想在汉口过舒服日子，就得听我的。听，听。走，我送你。慢走啊。你这同学挺老实的嘛。我保险从明天起，他会天天去捧你的场。嗯。讨厌。子阳啊。嗯。你答应我的事儿怎么都没消息了？什么事儿？你不是答应我在法租界帮我换栋大的房子吗？我也看过了，你也答应了。怎么一拖快一个月了？人家还没搬走啊。我不管，你在法租界有势力，你可以强迫他们搬呢。人家也有势力啊。你放心，今天晚上人家就搬了。哦。这是大本营来的电报。哦，
重庆分子的指挥站，大本营已经查到，在法租界。本人要亲自去逮捕他们。可是，放火当局会答应吗？那是外交部的事情，我们要立即行动，要不然他们明天就会搬离。我们要立刻消灭他们。是。情报也不正确，回去。是。全都惊动了。不过，秦老弟，你必须立刻要离开这儿。是的，范大爷。我派几名兄弟送你。他们前后方来回的跑啊，路很熟，跟着他们比较放心。不过到了洪镇呢，看见卓秀珍，替我问候一下。是的，范大爷。不过我想顺路到张家集去接我妹妹，她现在住在张亨家里。我知道，不过黄皮住的有日军呢，那儿离张家集太近了，你要特别注意啊。潘大爷，我就是怕他们对我妹妹报复。好吧，阿三，把你师母请出来。是。坐。谢谢。我妹妹跟张老太太有点亲戚关系，让他写封信，请张老太太网开一面，我想或许他能办得到。谢谢您，潘大爷。不瞒您说，我正为了这件事情为难，如果能这样做的话，那就太好了。范伯母，你好，请坐。老伴儿，你写封信给你表姐，请他这回啊，无论如何要看在你的份上，放过秦老弟一马。好，我这位表姐很识大体，这件事儿应该没问题。秦先生，您自个儿可千万得小心呢。现在您这颗人头可是挺值钱的。请坐。谢谢。坐坐。子阳，谢谢你，小意思，倒是你们干得真漂亮。子阳，那个女人对你没怀疑吗？唐特派员临回后方之前，让我可是特别注意那个女人呢。我看不出来，好像没有。再来看你。其实我还有半个月的假，我不知道你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你，非要逼着我马上来。你不能怪我奶奶，她是没有错吧？你是没有办法去，或是什么时候我再来看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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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身份呢，而是我奶奶能够欢迎你的身份。鬼子就是鬼子，大小姐，你跟他有什么好谈的？重犯，张家会有什么重要的人犯？安全了，你为什么要救我？郑春雷，你为什么要救我？因为今天我是中国人，因为今天我遇见我的老同学、好朋友。我就糊里糊涂救了他。你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人？不对，我是说，今天、现在，我是中国人。等一会儿，也许又不是。中国的弃儿，也许被季武那个老东西骗了，是认贼作父。我不许你侮辱我伯父，我偏要。那个老东西到中国来，根本没安好心。你胡说！我偏要说，我偏要说。你住嘴！你放屁！你再胡说，我就救你！你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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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你说的那个郑春雷的话，我就愿意留他下。可是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我不能让他留在张家。孩子，你要谅解。我明白，奶奶。奶奶，你该喝药了。哦，哎，真是上了年纪，病全出来了。 这些日子撑得我是心力交瘁，连痰喘的病都犯了。从今天起啊，我们张家要本本分分的，没有事就少出去。嗯，哎呀，哎，奶奶。 将万籁风，莫轻言人生尽如意。醉在酩酊春秋里，问情愁何处寄？且把愁化作尘烟雨，莫轮换个书。